每天不重样。今天呢，咱们来做一道家常菜，圆白菜炒粉条。咱们圆白菜呢，洗净之后给它一分为二，再从中间切一刀，去除根部。切这圆白菜丝呢，也有技巧，要顺着切，丝呢不要太细。包菜又叫圆白菜、卷心菜和大头菜。做这道菜肴呢，这个包菜切了以后，或者用手撕了以后，就不要再洗了。现在我告诉大家，选择什么样的包菜来做这个菜肴呢？第一呢，就是小颗的比着大颗的好，尖头的比着圆头的好，外表深绿色的比着浅绿色的好。用手捏一下，紧实的、很硬的不如松软的好。切开以后，黄心的比着白心的好，大家记住这几点。红薯粉条呢，提前冷水泡发3个小时，咱们来焯水，烫软呢就可以给它捞出来。起锅烧热，放入食用油，咱们放入花椒粒，先炸点花椒油，炸香之后把花椒粒呢打捞出来，放入五花肉丝，给它炒至断生。肉丝呢炒至微黄，放入葱丝、姜丝、干椒丝，炒香之后，咱们来放入圆白菜丝，放入料酒，放入粉条。圆白菜呢炒蔫之后开始调味，放入生抽、盐，放入少许的老抽、少许的白胡椒粉，翻炒均匀呢，至调料呢全部融化，最后来放入蒜末，炒匀呢就可以出锅装盘。爷俩好菜每日更新，为您的美味生活增彩。今天呢收到一位粉丝的来信，咱们打开看看写的是什么。这来信的呢是一名90后，今年呢特殊情况就地过年，不能回老家了。以前春节回家呢，爸爸都给他做喜欢吃的酱猪蹄儿，他自己呢想学着做，诉求呢挺简单的，一是家庭版容易操作的，色泽好、味道好的，而且呢还要教他怎么去选择这个酱猪蹄儿这个猪蹄儿。那咱们先上市场看看如何选择猪蹄儿。做酱猪蹄儿啊，就选择前蹄儿，市场大多卖的都是前蹄儿，这前蹄儿呢肉多。啊，有皮有肉有筋儿，而且呢还胖乎。这个地儿呢，你看有弯的是前蹄儿，这个直的这个呢是后蹄儿，看起来呢比较瘦，就是皮和筋。咱们就选择前蹄儿。猪蹄儿呢买好了，咱们现在开始制作酱猪蹄儿。这猪蹄儿呢在酱之前呢，一定要给它烧烤一下。一个呢是去除部分的猪毛，另一个呢就去除猪皮表面的毛囊的腥气。其实啊，猪蹄儿最腥的部分呢是在这个蹄甲的部位。所以说在烧好的时候呢要火大一点，把这个烤好的猪蹄呢放入温水当中呢给它浸泡5分钟，用百洁布呢给它刷洗干净，擦好之后呢用清水呢给它洗干净。那锅里加油呢，烧热之后放点葱姜，放入屏幕上的香料给它炒香，把料炒香之后呢给它倒入汤锅，放入一勺糖色，放入半勺的黄豆酱，一勺黄酒，两勺生抽，半勺老抽，再加点盐来调味，再放入十来粒的冰糖。这时候呢，咱们把清洗好的猪蹄儿放入锅中，咱们呢开锅中火呢煮至5分钟，然后呢咱们盖上锅盖，给它转成小火呢煮至1个小时。要想酱猪蹄儿呢更加的入味儿，咱们需要关火再来焖至2个小时。酱猪蹄儿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从唐朝开始，殿试及第的进士们就有一个约定，将来以后谁当了将相，就请书法家朱笔红字题名于砚堂。后来呢，但凡家里有人赶考，就给他做猪蹄儿吃。朱与朱同音，题与题同音，希望能够金榜题名，成为将士，得以朱笔红字题名。时间到了，咱们来打开锅盖，热气腾腾的酱猪蹄儿就出锅了。关注我们，明天见。